当你看着看着的时候，你会忘掉这是阮玲玉，你会让他的表演让你深信相信他就是电影里面那个受委屈的妓女，非常慈爱的母亲，好，生活上饱受那种穷困压力的一个女工等等。我觉得她的美在于她的表演魅力，她会让你心疼。上海粤剧沪剧的一些音调，还有一些节奏型，是有一些有一点小上海的早年的，你比方说李景光先生，你比方说很多早期的上海电影上海电影音乐或者上海流行音乐的作曲家们的作品的一些因素，我想通过这个让我的音乐更加去符合于这个片子。2014年作曲的，但是我不是完全是按照今天的所谓现代精神，我没有现代精神。